现在不少人临时身体不适，或是有事，就会利用 LINE 请假。这样公司到底要不要准假？依劳工局规定，员工用 LINE 请假并不违法，但员工传完讯息后，公司需要已读与回复同意才算请假完成。如果是已读不回或是未读，都不算请假完成。要是今天员工身体不适，在线上就能完成请假申请，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刷点打卡 APP 具备线上请假功能，员工可直接在 APP 中申请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轻松快速地送出请假要求。一旦员工发出请假申请，主管们会立即收到通知。在接到通知后，主管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员工的请假申请。欢迎公司人资下载刷点打卡 APP 使用，解决员工临时请假问题。